还不是跑到前面去了吗？对吧？嗯，就是这样，螺丝在这里嘛，装的时候把螺丝卡到这个扣里面去，一定要放好，它有个卡扣，这个卡扣对。到、哦。嗯。老陈问你什么时速蓝图车装好没有？测试可以吗？哦，就那条公路是吧？好了，就是没警线，等一会儿，你说等一会儿就好，马上好。老陈在问你。嗯。吓我一跳。妈。把这个带过来。这有个卡扣，一定要把它卡到后面来，对，要带到后面来，对，让它拧进去。